手，做个约定，努力向前，勇敢大步走，快乐陪伴不寂寞。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吗？好啊。小朋友，这礼拜天是卡特团长生日，你们愿意来参加吗？愿意。哟呼，太好了。那要吃什么呢？意大利面？油饭？还是猪脚面线？哎呀，柳丁哥哥，你觉得呢？柳丁哥哥，你说什么啊？哎呀，你都没有在听，我是说这礼拜天要吃什么？都好，都好啊。柳丁哥哥，你是不是不想来参加呀？没有啦，卡特，只是我好痒哦。啊，痒？你被蚊子叮了吗？对啊，我跟你说哦，我们家的蚊子啊超多的，而且啊都还打不到哎。你想打蚊子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跟我这样做哦。我们这样做。大家一起来打蚊子咯。我们要很小声，不要被蚊子发现咯。小朋友，我们要小声一点，不要吓到蚊子咯。像柳丁哥哥一样，踮起脚尖轻轻地走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眼睛来找看看蚊子在哪里。找一找，这边找一找，换你们找一找。你们找到了吗？小朋友，你们有找到吗？没有，没有哎。没关系，再换一边找。找一找。小朋友，你们找到了吗？我找到了。那现在大家要小声一点哦，要慢慢的走过去，一起小声的数到三，一起数。一、二。三，打下去。我打到了，你们有打到吗？有，打到的举手。好厉害哦。注意，前方来了一大只蚊子，小朋友请注意哦。哇，这一次的蚊子飞得好高哦，小朋友你们可能要跳起来打才打得到它。好，看好了，在上面，我们跳起来打，跳起来打。再换边，一二三跳。还是没有打到哎，再跳一次。还是没有哎。哎呀，小朋友，你们旁边还有一只，快打！小朋友，你们上面也有一只哎。上面还有。好多蚊子哦。哎呦，怎么上下左右都有？突然多了好多蚊子哎。小朋友，大家一起来打蚊子哦。上面，下面，左边，右边，前面，上面，下面，小朋友，我们的前面有一只蚊子在墙壁上，我们要小声的走过去哦。好，前面这只蚊子不要吓到它喽。
来，踮起脚尖，轻轻走。好，小心一点哦。好，举起一只手，数到三，用力打下去哦。一起数，一、二。换我，呵，打蚊子开始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吼哈！柳丁哥哥，你打蚊子的姿势真特别。卡特，因为我想要一箭双雕嘛，再来一次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呵哈！好啦好啦，反正只要记得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就好。跟我这样做，我们这样做。现在所有的人都要比柳丁哥哥更厉害，开始比赛打蚊子。好，我们来比赛开始。星星很有礼貌，欢迎我来到。
今天要介绍的这幅画是玉敏小朋友的作品哦，他画了好大一架飞机，而且啊还是一辆喷射机哦。对啊，飞机旁边他画了一个人，玉敏呢是想告诉我们，他以后长大要当空服员。哇，哎，那冰峰姐姐，你有想过要当空服员吗？有啊。哎，那柳丁哥哥，你这么会模仿，你要不要模仿一下空服员啊？真的可以吗？那我就不好意思喽。各位旅客您好，欢迎搭乘悠游航空，您的班机即将起飞，请系上您座位上的安全带，祝您旅途愉快 ，Have a nice trip。哇，梁天哥哥，你好会哟！哎呦，其实啊，我以前小时候也梦想当过空少呢。不过，我们要谢谢玉明告诉我们你的梦想，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可以变成一个空服员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吧。这是玉林小朋友画的，他画的是车子。哇，那他应该很喜欢汽车哎！你看他画了有公车，还有警车，还有后面这个小小的，应该是老爷车。对啊，而且柳丁哥哥，我觉得玉林他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小朋友哦，因为他在马路上啊有画了红绿灯。红绿灯可是在马路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哦，这样子啊，小朋友过马路才安全。真的耶，哎，那冰峰姐姐，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，等一下我说什么车，你就变成那辆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好，那开始喽。警车。哦一哦一八八，还不错哦。救护车。哦一哦一哦一，冰峰姐姐，你的警车跟救护车怎么都一样啊？没有哦，我觉得不一样哦。那我再来考考你哦。好。老爷车。这个好好笑哦，好好玩哦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那我要变更老的老爷车。为什么本来笑得甜甜，嘴角忽然变得开？
我的家庭真可爱，真健美，满又安康。哇，唱得好好听哦！西瓜哥哥，你今天的心情特别的好哦。嗯，没错，因为一幅画的关系，所以让我的心情今天超级无敌美丽的。不愧是彩虹姐姐，你好聪明哦。那当然，而且我还知道是云锦的画，对不对啊？哇，这个你也知道。对对对，今天我有话说呢，要来介绍的呢，就是我们云锦的画作，它的主题是可爱的家。红橙黄绿蓝靛紫是彩虹的家耶，这个房子多彩多姿的颜色，让人看了心情都会变得很好哦。而且这个房子盖在绿绿的草原上，房子的上方有蓝蓝的白云，房子的旁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哎。所以咯，也因为这样子，就让我想起了我的家，还想到了我的爸爸跟妈妈，还有我的狗狗跟猫咪，我的心情今天就变得很好咯。那西瓜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以后你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呢？我来想想哦。我以后想要住在高高的大楼，然后有一个大大的窗户，因为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要跟我的全家人都住在一起。那彩虹姐姐，你呢？我希望以后我可以住在两层楼的房子里面，旁边还要有大大的公园，最好是一个安静的社区，这样晚上我就可以跟我的家人散步聊天，很幸福哦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很棒哎！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只要住得舒服就是可爱的家。我有话要说，快说快说。